我已经血妖怪了，果然是在做梦。拍打面部，促进血液循环。哦。买菜啊？你不问我为什么在这里买菜？不用问，做梦哪有什么逻辑？一会儿在天上，一会儿在水里。 你老是血淋淋的，我就会被吓醒了。我不想问你一下，我要赶紧睡醒。哎呀！